今日复活节假期啦，嚟到我哋香港演员正常院嚟参观啦。咁我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短讲啦，会介绍翻乜嘢系演员复活节电啦，同埋我哋个会系点样运作啦，有一班爱者组成系点样运作啦。咁亦都会安排咗喺呢个短讲之后咧，会安排到一个小小嘅。一四六八旅嘅童軍啦、小童軍啦、營習啦，同埋家長咧嚟到我哋呢度參觀啦。經過呢個短講之後咧，大家會知道我哋個會係點樣運作啦，同埋我哋一班如無線電話好者咧點樣用我哋嘅中意嘅嘢咧去服務呢個社會啦。咁我經過呢個講座之後咧，你就會好清楚噶啦。咁你會見到，咦？點解有個 VR 字 UNV 呢個由數字同英文字組成？一組嘢究竟點解呢？可能會問點解呢？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熱血戰台嘅呼號啦。咁呢個呼號咧係喺全世界咧獨一無二嚟識別我哋嘅電台嘅。首先啦，大家會問啦，乜嘢係熱血無線電啦？咁熱血無線電咧就係基於因為興趣啦，用公餘嘅時間啦，同埋非牟利嘅形式咧去參與一啲無線電嘅通訊活動啦。咁為嘅目的咧就係為咗可以大家互相通訊啦。自我訓練之餘咧，就可以做技術研究啦。咁無線電入面咧，牽涉嘅範疇咧非常之廣泛嘅，即係可能係電訊啊、工程啊、地理啊，甚至係唔同地方嘅風土文化咧，都可能會有相應嘅知識啦。咁我哋接完無線電台咧，係喺社會入面有咩幫助呢？好似喺2001年嘅美國九一事件啦，或者啲大2004年嘅海嘯啊，甚至日本2011年嘅地震咧，我哋都會參與當中啦，可能咁就為災區咧提供通訊啦。首先咧，我會簡單講解一下乜嘢係無線電波嘅傳送啦。咁呢個圖你會見到啦，我哋無線電波呢啲線咧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啦。我哋第一個咧就叫定，同埋咧我哋如果任何玩完無線電操作者咧，如果佢要管有或者操作熱血電台咧，咁佢都要必須需要得到通訊事務管理局簽發你個俾個牌照你啦，你先即係我哋呢啲對講機要你考咗試啦、攞牌啦，你先可以玩啦，同埋佢有一定嘅頻率啊，同埋要求你限制你。冇問題咯，繼續。首先介紹翻我哋個會啦，我哋香港熱血電台聯會咧就成立喺1929年啦，咁喺香港咧已經超過咗90年嘅歷史啦。咁我哋嘅會咧喺香港入邊咧係都叫做有代表性啦，喺國際熱血無線電聯盟入邊咧係香港嘅唯一屬會啦。咁即係我哋會代表香港會出席一啲國際熱血無線電聯盟嘅相關會議啦。咁喺呢個講座之後咧，都會帶大家參觀下我哋周圍嘅設備啦。咁啲幅相見到啦，我哋呢個就係我哋嘅中心嘅後花園啦，有太陽能嘅發電系統啦，有個比較喺香港比較少見嘅天線塔啦，咁係可以嗌一啲遠程嘅通訊啦，可以嗌到歐洲啊、美國嗰邊咧都 OK 嘅。咁有呢個天線塔嘅，呢度好多嘢、好多物資咧，都係由啲熱心人士啦、捐贈啦，同埋俾嘅。一台一幕都是你完全人手起的地板那些都是我們自己搞的。接下來就是我準備了一個無線電通訊實習啦，那想大家分為三組，我們可以試一試怎樣用無線電去平時我們怎樣用無線電去溝通啦和聯絡啦。要留意一下這裡補充一點先，那我們用剛才說過啦，用對講機通訊是有程序啦還有步驟的，那我們通常呢就會嗌對方嘅名嘅呼號啦，即係對方嘅名先啦。例如你係 Team A 嘅 Team Alpha 嘅，你會嗌 Team B 啊。例如你想嗌 Team B 咧，咁就會嗌 Team B。Team B 呢度 Team A， Team A， 跟住咧就會開始講你嘅內容啦。我係 Amanda， 依家喺香港熱電台聯會。咁你通常講嘅內容咧，就包括你喺咩位置啦，
依家係咩幾多咩時間啦？有咩人喺度啦？同埋發生咩事啦？你有咩信息想同邊邊講啦？咁講完之後咧，我哋會講 offer 啦。你試下有咩問題問翻佢哋啊？今日幾多號？今日幾多號？要問邊代喎？今日。哇！我發現依度有怕走草啊！係喎，咁都俾你識穿。係。誒，唔係依度。收唔到，嗰度全部都系嘅，系嚿彩数。系啦，喺度可以补充多少少嘅。大家喺度谂，咦，我冇牌喎，点解你可以？啲小朋友听你可以嗌我啲机，你冇牌咁咪犯法？会唔会咁嘅情况？系唔会有咁嘅情况嘅，因为电信条例讲明咧，如无线电爱好者，如果我有牌。在有監督你的情況下你是可以使用的無線電影，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整件事你會變成不違法的，想提一提大家，所以你用我的無線電影叫我在這裡監督著你叫是沒有問題的，是不會犯法的。是的，我們的通訊中心在這裡，這個正式是這段話。So CQ, Victor Radio 2, Yankee Sierra Sierra, calling CQ and standing by. So somebody can hear me, and then they reply. When they reply, then I can hear, but right now nobody can hear me. Good try. So, Yang Chuan Chao Sao, this is Victor Romeo 2 Papa Kilo. Victor Romeo 2 Papa Kilo. Over. Bravo Yankee 7 Station， 可唔可以講東話？可唔可以講東話？可唔可以講東話 ？Over。我旁邊呢度係 VR2PK。VR2PK， 我旁邊有一班細路仔，有一班細路仔，可唔可以保持到呢家嘅通訊呢 ？Over。啊，好啊，好啊，我叫佢哋過嚟啊，我叫佢哋過嚟 ，Over。我哋嗰班細路仔呢家過緊嚟啦，我哋班細路仔過緊嚟。啊，因为佢哋嚟紧啦，佢哋嚟紧。请问你贵姓？请问你姓名系乜嘢 ？Over。啊，呢度系 VR2PK，VR2PK 可以唔使咁正规噶啦，因为佢哋全部都五六岁嘅小朋友，佢哋全部都九岁嘅小朋友，佢哋系九岁嘅小朋友。啊，咁啊，等我哋逐个嚟嗌你哋啊，好唔好 ？Over， 你第一个，边个普通话最好嘅？你讲先啊，同我讲声午安，揿住讲，揿住打招呼，你好吗？咁样啊？你好吗？大声啲。你好吗？
啊，好，系啊。下一个。下一个，好，到边个？到边个？过嚟啦！到边个？大声啲讲嘢，唔紧要嘅。广东话又得，普通话又得。听得明，听得明。啊，揿住讲啊。Hello, do you like eating ice cream? 大声啲嘛，系。系啊，你讲中文啦，好，到你大声啲。呢度系1468女童军。大声啲。好大声啊！再大声啲。好似而家咁大声先得嘅，你睇下你又咁大声。教喺九湖书桥。QSL QSL， 麻烦你啦，请问你位置边度咧？你嘅位置喺边度咧？请问你位置喺边度咧？班小朋友，我哋呢家喺香港嘅，我哋喺香港。请问前辈，你嘅位置喺边度咧 ？Over。喺边度啊？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咧？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咧？佢哋听唔清楚啊 ！Over。海南岛啊！海南岛即系边度？哦，你再同佢哋讲啊，边个啊？你话佢坐下，你话海南岛喺边度？呢度系海南岛啊。系啊系啊，海南岛啊。系啊，我哋系啊，海南岛啊。班小朋友冇办法啦，中国的地理真系差啲，海南岛喺边度都唔知，佢哋只知道好远好远嘅啫。中国最南嘅岛屿。哦，好啦，再讲啦。好，下一个，到你哋啦。到你哋啦。试下。五个。好，你好嘛，前辈咁啊，大声啲。食啲咩？你好嘛。我唔好啊。佢好你好。你讲俾佢听，你系读紧几年级都得。系啊，几年级啊？我读紧二年级。你好，你可以看一下地图，我在哪里？我给你投诉的，我知道。我看地图吗？系咯。好的。我哋讲啊。你好嘛，前辈，我读紧五年班。哇！你好，你的姓老五十九，好啦。杨强超收你的信号，啊，我们这班小朋友啊，第一次来我们这个电台。啊，谢谢你啊，前辈。系咯。没有关系，第一次播电台，有点这个不是很熟悉的。系咯。慢慢就会熟悉的。啊，叫你慢慢熟悉啊吓。你慢慢学习喎。唔系，佢话嘅系咩？即系开始识。系嘛？你咁要慢慢学咯。要慢慢学咯。要慢慢学。那很高兴和你 QI 得我，哎呀，没其他事情了。那你再呼叫一下，看看其他的邮台啊，和他们那测试一下信号吧。那也没其他事了，下次见了，咱们可以拜拜。好了 ，Seven TV， 拜拜，谢谢你啦。好。系咯，就系咁咯。啊，你见到啦。知嗰个情况咧，叫做审核好噶啦。明啦。知唔知海南島喺邊度？海南要同我哋傾幾個？海南島係陰島，陰陰嚟，有海南飛法。嗱，我翻睇下海南島上有幾遠啊？啱啱又話海南人要同我哋傾幾個？有冇關係啊？啱啱有話海南人要同我哋傾幾句。我幫大家睇下頭先講下都幾遠啊！同埋頭先我嗌你後花園咁近喎，好遠喎，海南島已經。如果用部手提機嗌人都咁遠啦，仲未到海南島。我好似見到佢啦。喂，呢度啊，見到。我成580公里啊！頭先即係你係用個固定電台 check 嚟嗌到成500公里。咁你要呢度？有冇滿足感？有冇滿足感？直接嗌過去喎，唔係經電話冇咁方便收。我等飛機喎，因為你哋達成咗一個成就啊，唔係經電話去嗌我啦，嗌到600幾公里，聽到你把聲，我心底。我嘅耳啊！
喂食去日本好啦，去美國。哇，美國仲遠，去日本去睇下先。正常情況下咧，成個亞洲地區都冇。你去三公里啊？去邊度啊？2800公里啊！3800。你可能你都冇一個概念，2800幾公里。咁你真係好少啊！一架飛機要搭5-6個鐘頭先到。嗱，六年班之前考都係。我要去破紀錄啊！而家最細係幾歲啊？頭先話，打破紀錄㗎嚇！你打破紀錄，有問題。好啦，嗱，咁我哋咧今日咧都好多謝我哋Hus 呢邊咧就提供咗一個講座啦，同埋我哋啲儀器啦，我哋玩下嘅。咁我哋會有個感謝仲是送翻俾我哋本身嘅數先嘅。咁麻煩阿區總監同我哋同一齊好好咁嘅，好，唔該曬。你掌聲好唔好啊？